大家好啊，又欢迎翻嚟我个频道啦。好，今日咧就开箱呢个 Nuwa 嘅 RGB 1小灯棒，先睇个盒先啦。哇，系好似好靓仔咁样喎，呢个位盒嗰度咧就轻介绍咗佢啲功能啦。内置电嘅就6400mAh， 咦都几大喎，6400 iPhone 都冇6400喎，应该显示就去到98+啦，好似好劲。跟住就 CCT 就係3200至5600嘅，通常 RGB 燈嗰個雙色溫模式咧，嗰個 range 係可以闊啲嘅。咁但係佢呢個唔知點解就好 old fashion， 就3200至5600。呢個世代走唔甩㗎啦，就有 app control 啦，有17個場景啦，我諗係嗰啲扮警車、扮電視、蠟燭光養下養下嗰啲啦。喂，哇，哇，好靚仔喎，寫住。Nuwa， 首先咧就睇下佢外表啦，咁样四排螺丝啦，呢边都有啦，磁石功能啦，咁啊再睇下里面有啲咩咯，说明书啦 ，QC 嗰啲嘢啊，原来佢系有 Honeycomb 噶，好先进，佛心佛心，应该系咁样啊，系嘛？呢、這個 Honeycomb 算是威威喎，算是呢類型產品比較少見的配件嚟喎。啊，幾過癮嘅個 Honeycomb 喺度有，可以集翻啲光咧，有時唔使咁即係散到 一地都係。17個閃燈 effect 啦，哇好多喎、啊，其實電視機啊、firework 啊，呢、這個 firework 模式真係而家政府每晚都可以用喎，扮警車通常都有㗎啦。呢、這個就是警車啦，一紅一藍，一紅一藍，一紅一藍咁樣。Candlelight 又一定有噶啦，扮消巷燈都有啊，扮消蠟有冇咧？咁、裏面咧有啲配件嘅，有啲 USB Type C 線俾你插電啦，因為有個電話嘅防水袋嘅咧，四分一螺絲，有條手帶俾你。咦？嗰兩塊咩嚟噶？磁石擁抱面嘅收納袋，俾你入住眼燈嘅收納袋拆个防水袋嚟玩下先。喂，有个防水袋喺度喎，哇，好实啊，新嘢咁啊，个防水袋好 gel 喎，好 gel 喎，哇，威喎，呢个动作真系好不雅。佢随机附送一个防水袋俾你落去泳池玩喎，睇嚟。咁成件事真係好優喎，防水袋真係同類型產品真係好似未見過喎。佛心佛心 ，in animal 喎 ，animal 啊，動物嗰個 animal 啊嘛。而家佢就笠咗個安全套啦，即係我意思係一個等你落水玩都可以安全用嘅套。著咗件膠雨衣咧，都冇影響佢嗰條 touch bar 嘅操作，依然都可以就咁捽嗰啲顏色出嚟，捽嗰啲顏色出嚟。徒手捽顏色 ，RGB 燈首創啊！我唔知係咪首創咧，幾特別啊！呢、這個功能，會，哇係！呢、這個功能真係水底 disco 喎，愛女認真啱 key。我呢個 touch bar 真係好玩喎，唔想要嘅話咧，咁咧佢有個實體鍵咧，係可以鎖住嗰個 touch bar 嘅功能，但係個鎖掣都幾近喎，好容易撳咗，你自己都唔知鎖咗。因为胜座有图像显示嘅，有啲操控嘅实体掣俾你嘅，咁啊开关啦呢、這个，呢、這个开关啦，跟住呢个咩啊毛咯，而家就系双色温模式啦。首先就系嗰个亮度嘅加减啦，逐个1% 咁样揿啦，揿得好实嘅时候佢先至系啦。然之后咧，佢有个。GM 喎，呢個級數嘅產品竟然都俾到一個 Green to Magenta 嚟轉，好嘢，犀利，好。跟住下面嗰個就係色温啦，5600係最頂榜啦嘛，係啊，5600至到3200啦，哇，又要撳得好實先至快速轉換啊，喂，3200，冇錯。喂、哎，哦，有個 app 喎、哦，咁我有張紙就話俾你聽 download 個 app 啦，
哇，唔同嘅語言啊，教你 download 個 app 啊 ，QR code download 個 app。啊，揾到啦，咁啊，咁啊，取得，使用藍牙好。使用藍牙進行新連線，請開啟藍牙用於發電附近的設備。我的設備加好呢？咦，有喎，呢度見到有嘅喎。咦，好似得咗咯，100%，係咪啊 ？On， 咦，得咗，連到啦。5500色温，轉佢。咦，4500亮度，哇，好光啊！光源匹配喎，有個叫做4500，哇，好勁喎！佢可以對住另外一盞燈嚟攞翻嗰個色温喎。喂 ，FX 睇下有冇得轉嘅。喂，有啊，有速度嗰啲嘢噶。嗱，譬如我揀電視機光咧，佢有得有個速度可以俾你捽噶。嗱，我閃快啲。跳啲 upbeat 嘅舞嘅時候就呢個速度咯，跟住好啦，跳啲慢歌嘅時候咪慢啲咯，係咪？哇，有啲似 synthesizer 喎，嗰個attack 同 sustain 嗰樣嘢，播啲音樂俾佢咧就跟 beat 閃嗰啲係嘛？喂，佢 app 係好控好多喎呢件事 ，OK 喎，佢個 app 佢嘅 app 嘅界面咧係功能齊全嘅喎，幾中意佢 app 個界面喎，而係又易用喎 app 界面係。實而不華喎，個 app 界面係輕輕交代一下啲 spec 啦 ，RGB 一，跟住又 USB 插電，6400內置電，咁佢插滿電咧就玩到90分鐘啦。咁佢嘅輸出咧就10W 啦。咁啊 CRI 達到個顯示啊達到98% 嘅，即温啦3200至5600啦。開箱完畢，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記得分享、讚好、訂閱、留言啦，拜拜。